好嘞，开，我们开始。我说他一看应该就能听明白了。啊，就这么简单？这很简单，这是个五，我就是这个。说是这个 M 五，你就找到 M 五哈，然后把它弄回来行了啊。啊，卸下来就行。卸下来行了。OK， 把它拉出来就行了。OK。电机，从电机把毛巾打下来以后，卸下来拆下来就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把里面那个线，然后顺着拿出来行了，是吧？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电机，完了是吧？嗯。OK。来，走。拆这个水箱，这个是吧？太简单，绑上就行了啊。嗯。绑上就行，好好嘞，把水箱这个火。哎呦我去，还把我吓得在等等。这个也给你发着呢的这个哈。嗯嗯。这个绑。啊，给绑起了。但你得看什么？拔了也行，这个简单。哎，但是很难拔这个。难拔。嗯。得使那个什么。使什么？得使那个热风枪吹吹它。啊，拍吧，来。就是需要用热风枪，就是把它热一下，是吧？嗯。包括按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按的时候就把水管放进去，储上之后再用热风枪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再把它进去。按的时候就是热风枪。啊，明白了，嗯。这吹吹是你是打什么下吹？好嘞，再两个这个。是，等等，我拍上里面，里面这是响，好转。卸下来以后把它。把它怎么着？嗯，好呀好呀。也得拿把这个。那它入了，它自己慢慢捂吧。你就和他说拆还是他给观察了。其实他能只要把你这个过程拍下来，他自己观察应该就会了。这个线拔下来，嗯，然后拿下来行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啊。那架子还得拆，其实但架子就简单了，你架子一看就看明白了，其实。嗨，架子简单，一点也不简单。架子不简单。就是个牛，这个架子就简单。先给你吹出，然后先给你吹那个。你拆什么方面就怎么拆啊？你得让他看明白。先给他把它拆明白了。啊，来吧。